10月14日，媒体探班正在拍摄的电影《单身男女二》，大笑姑婆杨千嬅搭档两大气质忧郁型男古天乐和周渝民，不知道会擦出什么火花了。剧组为即将生日的古天乐送上蛋糕预祝，而周渝民的女友于红渊也即将生日，盛传仔仔送上名车为女友庆生，仔仔立即否认，更直言没有为女友预备惊喜。没有这件事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准备了什么送给她是吗？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。对，会怎样给他惊喜或者是庆祝？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对，不会跟他。对对，我喜欢生活简简单单的。近日，小 S 惹上官非，作为大 S 前绯闻男友的仔仔直言不评论。因为我们不是，私底下会一直联络的那种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他自己有自己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安慰他一下，因为我不太清楚，所以不方便发表什么事情。今年周渝民二度入围金钟奖，进驻视帝。经过上次的陪跑事件后，仔仔看得相当开，坦言心情平静。其实心情跟感受都很平静，因为事实上那部戏完成是在2009年，只不过是在今年在台湾播出了。所以突然间让我回想起来，我会觉得哇，毕竟也是4年前的事情，所以我的心情是蛮平静的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